来，他说给一个像平方相减叫什么线？双虚线，对吧？哈，但是要成为标准是这边是几？一，那这边是十六行不行？把大家先除以几？十六，好不好？把这边变成一，变十六分之 h 平方，减掉四分之 y 平方等于一。告诉我谁是正的 ？x 是正的，什么行？左右行。那左右行标准是怎么写 ？a 平方分之 h 平方，减掉 b 平方分之 y 平方等于几？一。对照一下 ，a 平方等于十六 ，a 是几？四。b 平方等于四 ，b 是几？二。有 a 有 b 要谁？西。其中 a 平方加上 b 平方会等于 c 平方，因为在双虚线当中谁最大 ？c 最大。十六加是多少？二十，所以 c 是几？根号二十，这样行不行？根号二十，四乘五，所以 c 算出来是几？二根号五。那题目要求多少？离心力，这一般是比较工科考题，离心力是几？把它记一下 ，a 分之 c 好不好？不难。a 是几？四 ，c 是几？二根号五。所以说把一分一掉，二分之多少？根号五，就这样子而已。这样各位，配套把这边看一下。